人到了，你看，白果在古建筑群，2019年立的，这墙体都是那种土砖的。叔叔你好，来这边看一看。这是60年代左右盖的房子。这边过不去了。有些没有住人，但有些应该还是一直住在这边老居民。下面这部分说是60、70年代建的。阿姨，你好，哪里？我泰国的。哦，过来玩一下。哦，对，这个老村子来看一看。咱就摆摊子。这个房子最老的有300-400年了，是吧？啊，有。哦，那挺长的哈。你慢点。不来。这个房子新修的，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银杏树，这又摔点东西，看一下。这边是萝卜片，这一个新院子。大的可以艺术了。新春大吉。
这栋房子有点老了。这边是位于安庆市太湖县的白果寨，属于天华镇的大山乡。堆的瓦片、砖头还有柴火，走一下这个竹子做的这个梯子，比较牢固，没事。呀，这栋房子都塌了。像土砖的，如果说那个漏雨以后比较麻烦。都是用大石头垒起来的。我在上面看一下。
看一下这个山谷啊，我背后是靠着一个很高的一个大山，后面种的是很多竹林。在这边喝茶聊天。这大石头路不是很平，但是还挺稳。右边这些是包粽子用那个粽叶，你看太湖这边的民居都是土砖的哈。土砖有一个问题，就不能雨淋，雨淋的话它的承重就不行了，就有可能会坍塌。那溪水特别清，我感觉洗了菜直接就放在锅里面炒就行了，不用再用自来水啊什么再清一遍，那自然就非常的清，都是山泉水，没有任何污染的。走着走着又气喘了，爬山了，走这段路是个体力活。这栋房子挺大的，大山乡大山村白果渚11号，这应该是这个白果渚最高的一栋老房子了。
看这院子都塌了。这个要小心，你看。这寨子也逛得差不多了，走这种石头台阶的话，要小心点。好凉爽啊！没带水，这边拦住了，走不通了。咱跨过去看一下。是不想让人打是吧？白果拽果村落，我们就逛差不多了，有点饿，还没吃中饭呢。阿姨你好，这古村子就逛完了。